你做乜嘢啊？咁样先有国际视野噶嘛？付钱。 我又飞啦！你去边啊 ？Well， 今次去 New York 噶，去周围望下咯，识下啲外国人，同佢哋交流下，扩阔下国际视野啊嘛。咁都得。Bye。你 New York 度带咗啲咩翻嚟？我带好多手信翻嚟啊！ 有英明神武嘅蝙蝠侠啦，仲有支玩具枪，砰砰砰砰砰，跟住咧有猫头鹰，仲有个大声公啊，喂，跟住仲有呢个，哎呀，我讲起我哋 New York 分公司嘅最新资料啊，New York 人，年轻人唔系就应该要闯荡四方咩？ 不过我有时候发现咧，香港学生嘅国际视野有一个缺陷，就系过唔到深圳河以北。叫佢哋翻内地去发展机会工作嘅时候咧，就诸多藉口，一系就话工作环境唔好，一系就怕离乡别井。总之就唔想翻内地工作。但系我哋谂下，全世界嘅人才而家都前赴后继翻去内地揾工作机会，唯独至香港一河之隔内地。 反而咧就唔肯翻去工作，真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香港学生嘅国际视野究竟有几国际？佢哋嘅国际视野系咪净系喺局限深圳河以南咧？